帮我来一瓶饮料。八个啦。好，那八个哈。来，刘宇这几卖啊？刘宇这几卖画画来。来卖买五百，卖才四百，应该是六个人去尔。没有了哦。来三百块来。来三百。阿水，你有雨来三百块。我要我几人？四位。两二停。啊，那你放啥？六个。六个啊，我这边一个，他那四个。四个啊。大停，先停，先停。我来等下好，你较认真的好不？你别看过人买十块的呀。来啦，我要进来来三百块，你无搞我跳落去也得啊，你是。其他两个掏钱尔。来刘宇三百块来，紧。三百块来，三百哦，三百哦，来三百块鲤鱼，来三百块来，赶快，三百哦，来三百块，鲤鱼要不要三百？来，各位上不上场？来三，你们要结婚吗？结婚吗？你要三份还是四份？哦，三份就好了。小姐收钱。哦，三份，那还有小费一百块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来，三百块来，你看来加杯面条够小费了，我先讲一句。安尼要人来，你看中景哦，姑姑啊来一班鱿鱼哦，上好起来小费收了嘿，太袂完。来，刘伟三百，最后一个来一百块我来，来大哥来，前面大哥。哎哥。来，阿哥要食啥？他带无买着的。姑阿妹，我来下班了。鲑鱼下班。虾仁过来好吗？你们喜欢什么？赶快跟我讲啊，不然东西卖完就没有了哈。竟然上牙关无鲑鱼啊！所以你看，峰哥看我直播看了两年，小文都可以学成这样，你们就知道了。看宝哥长姿势。有，哎，阿这尾鱼我那白边白白做的，白边啊，去帮你摆了，竟然啊，手皮都还没摆了，手皮，你刚刚摆好水个。我阁做侪物件，你好好听一下。来，我要吃鲑鱼下巴来，春节两份好。诶，预计五个客人而已，两包一公斤，两包一起卖，免五百。要吃，要吃排四百，来三百，来两百了。两百块，这一包就250了，两百块，这一斤准备好。我们煮汤哦，因为煮汤要先蒸过哈，因为这个油脂很丰富，你直接煮汤它会很油。来两百块，要煮汤要先蒸过。哦，要恭喜发呀！来，各位下巴来掏钱去。我这两年没有下巴了，一公斤哦，不是台斤哦，台斤卖你200就很便宜了，公斤。来，能包括最后一个人面，阿伯给各位下巴也就表示冰存一个。还没买到各位下巴的最后一位客人，冷爸包让我们。小木不可雕也。来，那种你看杂交，脏嘞。几千吗？一定是美金要做的啦。我也没惊过到遐。大陆，你上好无惊，我到遮定定看恁两个伫遮，你创啊话咧无？来，黑银五个人，最后一盘阿伯阿伯要虾仁哦，今天虾仁好多哎，真的你不买，我剩下最后一盘虾仁了。我好像卖完了。免五百，要吃黑银的，来三百块来虾仁，三百块来，三百来，对，都叫买黑银的也就。他顶罩哦。来六个客人买。最后把虾仁，这大家买得到，来能包货来，可以。200块，打给当天的，我没有卖过200的，尤其这么大只啊，大只的200，再打价而已，不可能花能包货，把它挂金满的能包，别理解。来能包货三个、四个、最后两个，来收钱的创阿伟的老板。我看下啦。来最后一位。这时候就要用教育班，最后一位虾仁，教育班的口吻跟你说，怪我喽。买到虾仁，快点哦！最后几个人给能包碗，来，哪个人给包碗？哪个人给？六个客人包碗，包碗。来，椒麻鸡腿来。给他包馍啊！馍分规则，快，我要全款买好不好？有，那女还有吗？那女放条。哦，来个谢谢。来，要吃椒麻鸡腿哈，大鸡的哦，我骨的哦，就脚踝这一块骨，其他都是肉。要进来尝包过来。有照烧，柠檬还有，柠檬鸡腿排全备完了。
我好多箱，你们慢了一步步。来沙巴，要是我五斤五百的物件卖沙巴，你搁看。五斤啊，你不是几啊？五百。七斤啊，来200块。200块。来，加麻大鸡腿，来200块来。200了。龙虎鱼啦，老板，别别，五三万啦。哦，你不要笑的啦，来，200块来，加麻鸡腿来，200块，一老两家要怎么回的？来，加麻鸡腿来，200块来，快点快点。好，小姐要画300，要画200，做好价啊，加麻鸡腿来，200块来。快点快点，动作快来，这个做好你来200了。来200。来200块来椒麻鸡腿排来。你不喜欢吃辣的，等一下，我还有不辣的。来200块来椒麻鸡腿排，通通有了吗？其实对辣敢吃吃辣，这个一点都不辣。然后来200块都装备了哈、哦，来后面东西包好了要给我。来这里变成椒，来阿搞阿腿照烧鸡腿。哦，云哥呢？哥这么一样呢？来，要借来300了，300块来，而且哦，而且没博眼的，没有啊，我这样，300，上高倍啊，中奖，你中奖了你，都来给100块了，全包了，没有了，中奖。晚来的好处啊！来，英哥别借来，英哥没料哈，还照烧鸡腿刚骗起来。来，这是搞谈恋爱哦。现在我们台湾没有鱼，这是日本的哦，这是日本海域钓到的。来，好嘛好，来干不干的来。来，要吃青鱼的英哥哈，来500块的，这个不用解释了，这些台客啊，来干不干的。来，想吃银格鱼的哈，赶快哦！这鱼真的肉，真的很嫩。没有，你就进来就好了。来吧，上面。来，两只不用800了。来，两只不用700了。来，500块来银格，请求结让可以给你来。爱假喝鱼爱，动作快一点呢。送鱼不可能常常让你看到。这今天搞餐厅，那是真正餐无餐厅人高啊！我叫我帮你卖卖，无我这个物件，放500块卖好了。来，英哥500块，有人要吃英哥吧？这个肉超细的哦。来，九桃姐妹，红烧得，红烧，你不会红烧，你清蒸，你不会清蒸，你煮汤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英哥500块，九桃姐妹。500块，英哥无人要。这真正日本人呢，这无相呢，这鱼不便宜呢。我讲啊，你想要吃好鱼啊？回去了，聊聊诶，只不过送伊，来500块来啦，英哥，叫头姐赚钱，我袂你欢喜啊，来500块，500块，这3至500买不到了，说真的啦，来，大哥大姐您好，500块过来，要吃英哥，啊不要过来，来叫头姐买来500，我感觉会当拼一头啊，后壁搁有啥物鱼啊，你知影晓啊，搁有啥？一口心态有够歹，来，爱食鱼啊，1000块经营权。来1000块。去三家你餐厅吃，绝对超过1000。来，今仔去聊聊哩，都菜好啊、哦。日本的英哥哦，非常好吃哦。来，请求超姐，叮当。你一单落，我到尾啊，卖到你无欢喜，你无管你1000，你去讲情话，我绝对承认你。来，请求超姐，但来1000块。要不要收钱？不要你收钱。三只1000块，我讲真的啊！你开车点看卖啊！来两个，三只千，你点袂着啦！1000块只要两个呢。头前三个。
就爱安尼，我安尼拼，你看有想要插我？我无了钱，你还无啥要插我？我感觉。来，这个也是杀好了，真空的黄鱼，来这样给他两杯。好呀，我那三杯啦，来林哥的三杯啊，黄鱼两杯。料料。来，1000块。1000块，赶快拿钱呐！花了几条去买的。五哥。五个。这样的。来，这条怎么样？这条怎么样？这条怎么样？这条你妹妹姐吧，这。一千块买一个等于煎啊，种开好啊。再一个，六个。这几种开好啊，好吃啊。一千块。我规矩黄鱼甲送我还好啊。啊。啊，这钱呢？有料的哦。来，多钱？多钱？七个而已，七个而已。哇，收了好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够没？来，够拢我你来。继续。黄鱼无吃啦。继续。别菜啦，都收我都无鱼啊，头啦，你个收。不好意思啊，三宝贝的。哎，大哥，我这。你刚翕一张相啊，好快，快点，紧紧出来，然后等下久。哎，兄弟啊。好快，清完了。你讲最后咧耍，我自修了啊，搁要三分钟解决。你去包因得啊，卖啥好不？没在，安尼歹看。歹看你啦。歹看。走啊！给我绑走。来，解恐被三杯咯，这一包你要不？等于吼，你鱼啊，啊，这类行、类炊、类煮汤、类炒菜、类行的拢会使。一包鱼啊，我送两包给你，1000多。那免讲啊，大家拢揣钱揣了，我咧讲，来，我揣到你满意，包给你，安尼，1000块要无一半啊？别傻了啦！这个拢有人，拢揣钱揣了嘛？我请你，不傻，过来，当然袂贵个。我妈妈买上，我妈煮足贵的。过来放上好了。过节吃过不？这都会当炒的哦，会当煮的哦。来，两起啊，二啊二。感谢你，其实唔免去送啊，但是哦，感谢你啊，你拢无看物件，我拢来扛了，你自然下了啊，欢喜得，送我完了。我啊，不会的，拿钱哈，好抓紧，比他紧的哈，但是拿钱快一点哈，不要慢慢等，等慢慢等，你就是这样，你看人买，哟，你家己就买袂着，当个当好。今年牛肉到刚要上涨，牛肉到现在涨。今年恁夜间部同学刚要提早下班了。没等来啊？等啊。没等去给你炒啦。今仔身体袂歹啊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都是额外送你们的，感谢您在旁边。陈大哥，你刚好吃过这個，真正好吃。你菜市啊，要吃豆腐、牛肉燥，你们全部切落来，恁几个要吃，摕几袋倒。红条，兵哥，你敢说红条都被你扫光了？180块哦，一个人送三包给你，一个三包就对了，我也敢对。换袂你2000就收车去啦，来1000多，我这个火炮也人自收了，不咧我，今天人去走自出来，不爱人收就歹势。啊，这个也使。好啊，搁要送哦。啊，搁过来，包鱼，搁过来，包要上贝肉啊，搁要上包鱼哦。上啊。你笑我。我都讲。啊，包鱼。恁同学咧叫要提早下班，甲你抄袂？那是贵啦，那是贵。来，两片，感谢你遮方便。这包切切袂使切啊！切袂叫啊，叫我切，我甲你讲下，佫切面呢。你唔切哦，我佫。我切袂掉咯。袂掉叫我按哦。哪一颗？啊，一颗，你要不要？好啊，切菜啊！以前哎，张老师好久不见，龙潭老师。我准备上啊，掉啦，唔掉啦。好啊，拢啊准备哦。去地上做沙西米哦。感谢你，大车人客，来了，包了，下了，下了，要收干哪鱼啊？两两一千啊，只鱼啊，两两一千块。张老师，你家己帅成一斤，真大。那么去路客钱的先客拢不要紧，先客后客拢赶快。这么多东西才卖你1000块，你真的物超所值啊！帮你问可以吗？
来，谢谢。没有办法，因为星期三我们在监视组，我没有办法帮你问。这些东西有什么星期三有没有？我也不确定有没有啊。来，上头可以点电。你今天看到这些后，礼拜三还有没有？我没有办法。下次来，你不要再自己要求我卖这样子哈。来，三杯。我要想袂开，我就安尼袂离呢。阿爷，我怪大家人家拢等我发一千个。阿伯，搁要来无？阿不是，阿伯，千个人袂离，咱拍死。来，到了这边。来，谢谢，没关系。等一下再拿。二来，阿明家包我好了。来。来，生食几尾鱼啊？下面来。对。刚才没有买到的送多块哦，恭喜你报备了。领三倍。不，再来大哥我处理完了。虾仁，现在在发虾仁。好，虾仁料。来家结婚。我没。啊，虾仁。吃完哈。哎，那个，搁一包阿伯伯也是无来看啊。虾仁没有买到的，赶快来200块来。来。好，来。别来就来去，旁边这边卡多上来去，把小姐来。你到哪户？摆物件拢不要无默契的恁呢？好啊哈，来啊恁点菜去呢，我摆一下鱼啊。盖子要不要？点菜。快点哦，这是最后一盘哦。哦，你喜欢的话，马上跟我讲哈。快点，我经理就在这边呢，黄宇鹤。来啊！就照烧鸡腿开始，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我今妈想着我都有照烧鸡腿，来，没沙发，赶快冷爆货啊！200块来，200块，这不会辣哦，照烧鸡腿这是不会辣的，很大只，两只烤好就300块了，你买230给你来，这一次再送给你来照烧大鸡腿，来200块，照烧鸡腿好，我姐姐来，冷爆货热乎啦，都可以了，好爽快。来冷爆货了，四个而已哦，不是三只200呢，四只给你呢，很好吃，你用烤的，你用煎的，都可以，都很适合，用气炸锅也非常方便。来冷爆货来，四个有一照烧大鸡腿，拿到，一个，还有两个，来照烧鸡腿来，来冷爆货来，你想要吃什么有啦，等下搁有什么，这是卖什么啊？来冷爆货来，三个有你来，四个有你来。照烧鸡腿，来200块，给我上门关掉。来2张1000的。对啊，全都别人去啊，来冷包。千二。这边来。四大鸡呢？来冷包，给我上门备掉。来，大哥要赶快。来照烧大鸡腿，都拿到了吗？200块，弄过来了。哎，全三四个人去两包去呢，来冷包，两包呢，来三包呢，来四包呢，来做好吃。给推进贵三三啦，一斤卖你八块啦，四斤卖你200。来200都来到了哦，照烧大鸡腿，好，谢谢。来生食几尾鱼来，500块啊都，不用买1000的，来500块来。来生食几尾鱼来，我爸既然没完那个变滑不？嗯，不是有一块。算你够哦。好，来喝那个。好，来500块来。生食几尾鱼来500块，来记得够。金贝啊，这条纯金黄的，不啊？哦，黄米就好来，开始。来，我放过来。志文哥，午安。纠结那边，来大爱休息节吧。不能看我，是要休困无？屏东烤肉。来，我放你。志文哥，来几条过来。我这条，这几条拢加一个100块，只能100块，所以有些变小。来，500块。来，三个人给搞起来。来500块，生食几尾鱼，加6片，为了你吃一个饭，这两姐来500块来，最后一位500块，生食几尾鱼500块，你可以用煎的，哦，不一定要切酱，来500块来，鱼豆干够，对，鱼豆干要不要？鱼豆干他问十摆啊，问十摆啊，十摆我没听到啊，当人知道。冰哥怎么可能？如果冰得下来的话，你住道路啊？你这边叫不要放掉哎！全部拢我哋收钱呗。
一千，九百，八百拢给你，七百拢，讲包包的啦，无啦。冰的啦，你莫甲退冰，伊会当冰一冬的啦。这图真正水的啦，来啦。来，黄宇换换，来拼盘啊哈，继续拼，来一千块我都，免拍啊，三百只黄宇，来一千五块。坐你讲收坐，哦，你若讲我也知，两个人去尔，来五百块我都，黄宇，来五百块来。两个客人而已，拿钱哦，没有拿钱就没有了，两位客人而已。来，小姐要一个。要求金黄宇，要鬼工作，你飞五百，来春节让给来五百块来。谢谢姐，谢谢姐，黄宇。来五百块，来春节当天来我发红黄鱼，不啦吗？就来给，不行，马上拼了。你吃鱼啊，较紧的，来一千块我来。我用一半你看到没？用一半你看到啊？另外十段在上班啊，过了几个多时间啊，我得够了，我毛孔无得。来，两块拖车卖你四百块，三块卖你偌济六百，来块一千块，一个啊，来鲑鱼，一样三片给你，来一千块，一千块，啊，够有人要吃鱼块无？千二，来刷礼盒哦，对，拢无啊，唔知，高个啊，这是人订的。啊，无我无咧白说细心的算你，来分啊三十互你。讲真诶，即盘卖你吼，千二块卖你千三、千五都收收。来一千块啦，个人要食即盘鱼啊无？来一千块了，一个送你一个啊，大哥感谢你。来鱼类诶，鱼类诶拢无，鱼类的鱼类的。无啊，后壁无鱼类啊吗？前辈够有哦，我老爸介绍，我今日回电也未了我的哦。来啊来啊，加几盘我啦，这样你袂刺激啦。你胸身较大个啦，宽大一点，宽大一点，宽大一点。来，赶快，一千块卖不到几个客人哦，你们快点哦，这几道上涨好啊。来，口头算你拢把它传开了。人客就是爱刺激啊！啊，真无健康，行拢来遮找刺激，你要看。啊，一千块来，一千块来，几个买？六个买倒，六个倒，六个倒，地上加少啊！哦，六个就是六个哦。来一千块。来，交付，毛病。第三。料料料料，六个位，六个位。两个，两个，三个。六个位哦，赶快拿钱哦。对啊，对啊。你得爱玩的剩的，我也要几万。来，要谁要吗？有多少？上海啊。最后两个。来，我算你来。对啊。你现在没，现在没算的。对啊，起来。